下你的品名，你的战利品吗？去哪里换的？就是这边工作人员还有其他国家的都可以换。那目前因为我们比较没有遇到其他国家，只有跟中国队有换，他们这个品很特别。除了他的那个人物之外，他后面还有那个，他们说这是什么西武的景，他也是体操的，然后以前就认识。嗯，还有一个大莲花，对，大莲花上面这个大莲花，对，这应该是那个吧，那个城管，对，希望这些品不能够进比赛。